吼在你们家祷告吼，那个哦，主耶稣的那个哦，他特别有感觉。我说是怎样？他说，因为那哦，他觉得他里面的那个压力就是得释放。对，所以你们在呼求的时候，其实哦，主耶稣深深的呼求，就是那个感觉，就是试探。对呀、啊，他就可以去经历那个呼出，然后再吸入那个感觉，对，可以试试看。试到的都是大家的，对，白白的恩典完全免费，很好哦。对啊，我们就不妨现在就来试，哎，眼睛闭起来，对，很认真哦，对啊，从深处，来喊五次好不好？认真哦，认真。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哦。神赐下没有别的名字，这个名更伟大的。阿门。我们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你这个人的人位，哈。像雅慧老师，哎，我们家雅慧，哎，他马上有回应。他刚刚有同学啊，有两个这个什么，有一个是苗栗的哈，哈，跟我说是客家人，哈。哎，我是顾叶叶生，哈，啊，名字你叫我就会回应。那昨天我那个小孙子来了，他也是